原标题：六个恶兵出击，救了志愿军一个兵团。战史确少有提及1951年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，志愿军第六十军损失了180师，震惊中外。在多数人眼中，六十军将领不会打仗，所以导致这次巨大损失。其实六十军在全军大后撤转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其中179师就主动狙击，为第九兵团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5月25日，彭德怀研究决定，为了迅速稳定局势，打击敌